行政長官李家超禮拜三發表任內的第一份施政報告，而市民最關注的就是當局如何解決房屋和土地問題。當前香港的公營房屋的供應量低，基層市民排隊上樓難，私營房屋又價格高企，年輕人想要上車更加是難上加難。新一份施政報告的房屋土地政策是否真的可以體現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社會各界都拭目以待。即係嚇，冇方法可以降低樓價咯。始終而家閒閒地都講緊幾百萬買樓。房委會公布最新的公屋輪候時間顯示，一般申請者平均輪候時間長達6.1年。為此，當局早前就宣布，未來10年已經揾到大概350公頃土地，以提供33萬個公營房屋單位。但頭5年淨係可以建造整體計劃的1/3。基民聯就認為，點樣解決公屋計劃的頭輕尾重問題至關重要。咁建屋需要時間，所以係點樣個頭嗰度再增加咧，係有難度嘅。但係都唔係話冇辦法。譬如話地積比係咪可以再增加多啲，咁使到可以建多幾個單位咧？短期內難以大幅提升公屋的供應量，想立竿見影。舒緩基層市民劏房的惡劣環境，民建聯就指出，增加過渡性房屋供應是必然之路。第一，再次呼籲各界幫手穩地協助，咁呢個第一。第二，在現有的過渡性房屋上，我認為可以研究加高嘅。第三，嚟緊都有不少學校可能係會面對空置嘅。業界又話，除了加快制定明日大嶼填海、北部都會區造地等長遠項目的具體策略，當局都應該拆牆鬆綁，同社會各界共同協助，善用土地資源以應對市民各類住屋同埋不同產業發展的長遠需要。政府可以好好地坐低同發展商傾傾，喺點樣喺地價上高點樣作出一啲優惠俾發展商，而點你哪邊商咧？發展商亦都將部分嘅土地咧撥翻俾政府咧去做公營房屋。其實咧喺嗰度咧可以即時釋放咧好大量嘅土地出嚟，亦都有啲大型嘅土地咧，政府係可以審視一下嗰啲土地到底攞出去賣俾發展商，定係佢不如自己留翻嚟起樓咧，減少人為嘅障礙。有土地推出，仲要喺實際要將佢建成屋啊，唔好咁多關卡，加快嘅行政效率。全球大環境下，香港樓市氣氛疲弱。政府早前公布第三季度3幅住宅貴價官地，業界就認為3幅住宅用地全部都是經改劃用途，顯示當局的土地供應短缺。另外，以當前的樓市市況嚟睇，發展商投地出價取態會較為保守，當局應該重新審視土地政策。鳳凰衛視記者紀思清報導。